昨天我们把租砖房的篱笆墙拆了，让很多朋友为我们的安全问题担心了。像那种承重柱，我们是没有敢动的。像我们那种穿斗结构的房子，看起来是弱不禁风的，但是它的稳固性还是非常的好。这是我们家的室内布局图，现在正在做的是这个红色的区域。这里呢是一扇双开木门，进去之后，这里就是燕哥梦寐以求的工具房。对他而言，拥有一间书房和工具房，胜过拥有一套别墅来的欢喜。主要别墅是纸上谈兵，可望不可及呀。书房呢，工具房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的容易的。目前书房已经实现了。蓝色的区域是粪坑，上面要加钢筋打混凝板做台梁。这里呢还要再做一个卫生间，避免人多的时候一个厕所拥挤，所以必须实现一家两厕。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一个大型的杂物间，农村里面农具啊啥的比较多，放在这里面让他们长期有一个稳定的落脚点。今儿的工作先给这三面下地基石，当时修那间房子的时候地基石下的不够深，所以砖不敢起到钉。目前就打算只有北面墙把砖起到钉，其他的面都只起到90公分，上面还是边篱笆墙。
划分池填缝造平。大坝所在的位置是个蹲坑，那里的石头太高了，需要大坝人工把它垂下去。这样子。你看哈，新的。大家各自看看哈，哪个套儿要修？正梁的还要往那一头主角屋里还让点儿。主角屋的。嗯，往主角屋让滴滴嘞，看到没有？看到的，那个那个包包。这个车停出来，那个建号建个圆圆，建个锁锁能开哈。就像个包包，三个人各司其职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爸爸把缝填好后，就开始给台梁灌木盒。划分池上之前是石板撑起来的，为了牢固，杨根就用12厘和9厘的钢筋来打橡胶板。对于有经验的朋友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心里有个很大的疑惑，就是后续怎么涂抹？实话说，杨根就是因为没得经验，所以做到这里发现不对劲儿，拆了重新来。按照现在那个方式来穿钢筋，按理说到时候取膜的时候呢，应该比之前钻空时好取些了吧？究竟效果如何？一天后取膜的时候见分晓。
上去。请教下朋友们，这样子倒模之后几天过后上面才可以挂砖儿嘞？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，这两天的天气总算放晴了。门口的入户路啊，西南导致砂石碎泥运不进来，希望啊能够晴过两天，好把砂石直接拉回家噻，这样人也就轻松一大截了哟。等砂石碎泥到家，就来做台梁和烟花那间屋的地面。想当当地石匠师傅，那些年一门心思都在给别人屋头修房造屋，个人屋头啊就抽落雨天休息的时候回来零零碎碎的做点活路，自己屋头啊能够将就都在将就，把挑明了说的不想给个人屋头做活路，主要是啊做了过后还没得工资呢。我都经常性的笑话过吧，就是典型的家难外勤的主。
哎，这个墙刷的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一边刷一边擦。墙面差不多了，让我先歇一歇。没想到这个床竟然让我坐塌了。怎么还有一个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吓得我赶紧把床帘抬起来看看怎么回事。这个床质量太差了，所有的钉子都起来了。这是钢琴架。只能先把它拆了。先把床板上的螺丝都拆了。怪不得不稳，这一抬就掉了。这还是用胶带固定的。重新固定了应该还能用。本来主卧不打算做成榻榻米的，现在只能做成榻榻米了。收拾一下战场，把床板先清出去。这里我准备用床板做一个榻榻米，飘窗上准备放一个小柜子和书桌一起来。感觉飘窗如果不好好利用的话真的很可惜。我想把它改成这样，买了同款的化妆桌，直接组装就可以了。买了两个小的收纳柜，还有一个桌子，组合起来就是图片上的样子啦。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飘窗尺寸。我应该先装一个板的，直接按照教程组装起来就好啦。虽然主卧有百叶窗，但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再装一个窗帘，用的是上次客厅短一截的窗帘，没想到放到这儿刚刚好。它的料子呢，也是这种透光不透人的，装上去好看又有安全感。现在我的化妆品就有地方放啦，再放上我的小台灯、电脑，下班后就可以在这里剪片子和配音啦。不解释呢，但是这个窗户框上的油漆印着实是有点煞风景，窗户也好脏啊。今天打算来改造一下它，我准备改成这种漆，还有保护膜，总共花了30块。先把窗帘取下来。除漆剂和小铲子把窗户上的这些油漆印呢全部都除掉，因为阳台的窗框本来就是磨砂的，所以就不用再打磨了。窗户也贴上。用保护膜把地板保护起来，之前刷漆一直没做好地板保护，这次怕滴在木板上不好清理，所以还是要贴上保护膜。第一次用喷漆，听说味道很大，我还买了防毒面罩，先来浅试一下，好害怕会翻车啊！边边角角的地方很难喷均匀，所以我只能拿泡沫板抵着喷了。没想到翻车来得这么快，贴的保护膜会把喷漆粘掉，还不如不贴。第一遍喷完了，但是觉得覆盖力还不够，所以要等它晾干再喷一遍。第一遍的漆已经干了，继续喷第二遍，保护装备不能少。原本的底色太深了，总共喷了3遍才覆盖住，原单调，用 PVC 改成这种一条条的，直接往上贴。贴完之后好像还不错，再挂上我的窗帘，看看效果吧。5块钱，如果今天能成功，就又省了1000块。先把铁丝剪开，这它不够锋利，还是我力气不够大。老板跟我说用钳子很容易就剪断，那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？怎么感觉有完了之后不是很圆了？我刚就是这样子滚它，两根圆形钢丝解决了，我又找了块废木料来固定铁丝，把它锯成两块小的，再打两个孔。给它们换个颜色，想整体喷成白色的。指针喷成彩色的，感觉这样会跟我的房间更搭一点。这个钟啊，看着简单，做起来还真的挺麻烦，现在就可以把它们组装起来了。
把两根铁丝穿到木头里，一块固定在上面，一块卡在下面，用铁丝穿过两块木头还有表盘，下面用锁扣扣住，这样就不会掉啦。再装上我的表针。价值1000的物件要给我送回来啊，能不能再借一下冲击钻啊？我们想打个孔。找物业大哥借了冲击钻。我为什么被这么刀尖啊？我够不着你了。打完孔，装进膨胀螺丝，再用长吊码固定好，多余的铁丝穿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不就被我做出来了吗？看看效果吧。量好尺寸，画了草图，准备去木材厂买材料。这个板厚是1.7吧。买了两块板材，没想到光木板就花了我280，让老板按尺寸帮我切割好，板子搞定了。又买了一些五金，花了20多。五金店的老板还帮我解决了把柜子挂起来的难题。挂起来，现在这个不有缝隙吗？然后在后头发螺丝设计。这20块钱没白花，买回来的木板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孔。我买了一个3合1的打孔神器，尺寸测量的就准确了很多，直接卡住木板，根据位置打洞就可以了，省了很多力气。再装上3合1螺丝。哎呀，我打错了，在侧板上打出隔板的洞。现在的我就像一个土拨鼠，3块侧板都打上洞。再用水平仪标记打孔的位置，在墙上也打出洞，塞上膨胀螺丝管，再装上挂码，旋紧螺丝。虽然每次自己动手做东西都很有成就感，但一到收拾的时候还是很头疼。对了，现在就开始组装鞋柜啦！经过了无数次翻车，这次鞋柜的框架算是有了。再用五金固定一下4个角，就更稳了。现在就要试试老板教我的方法了。在侧板上装上吊码，扣在墙上。哇，我的鞋柜真的悬浮在墙上了。这个方便条直接涂上免冰胶卡上就行，很简单，就是边有点多。再装上隔板，另一边我还留出了放长筒靴的位置。给你变个魔术，柜门安好啦。在柜子下面粘上灯带，看看效果吧。的记忆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种。我想花500块把卫生间改成这样。改造卫生间的第一天，瓷砖老旧发黄，这个恐怖的灯全都是灰的纱窗，漏水呀，大人们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干活吧。先把墙上能拆的都拆下来。纱窗也卸下来，真的太脏了。还有这脏了吧唧的马桶盖，先用消毒水把墙角都擦干净。啊，好难闻，我特别讨厌消毒水的味道。屏住呼吸，一鼓作气，干。没想到这个柜子这么脆弱，松松散散的，干脆砸了重新装。不得不说，搞破坏还真的挺爽的。一地的废墟还是得自己收拾。这边的墙角也用消毒水清理一下。哦，这个真很痛。哦，太脏了。经过我长达1上午的冲洗，卫生间终于有点。买的是这种有点小复古的地贴。因为怕被泡开，所以我打算只贴干区，马桶这里要先剪出形状再贴，严丝合缝。卸掉这个生锈的花洒，装上我新买的，顺眼多了。再用伸缩杆装上浴帘，做一个干湿分离，终于搞完了。啊，干不动了，明天再来收拾这个浴室。把每个灯泡都拧成一根线，有几个灯泡就拧成几根。18根。网上2块钱一张的热缩片，在上面画几个花瓣，把它们一个个的剪下来。试试用我的眼影可不可以直接上色，竟然可以哎！来涂一个渐变色吧，还是这种闪闪的，在中间打个孔，用热风机一吹就缩小啦，是不是很好玩？没想到。
到竟然在这一步翻车了。这个动作不太常见。找到方法以后就快多了。再画几个叶子，找个绿色的眼影涂色。没想到我还有绿色的眼影吧？给叶子也用热风机定型，拉长一点。这个动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所有都定型完了之后就可以来组装啦。先用滴胶把灯串固定在底座上，再用美甲灯给它固定住，干得可快了。再把灯泡穿进花苞里，也用滴胶固定，再粘上一些叶子，感觉成功了一半了。接着在花的周围再粘上一些水晶石，同样用滴胶和紫外线灯来加固。水晶石好好看，这样就已经很有氛围感了。再给它照上玻璃罩，收拾一下桌面，给我的电脑放上同款的鼠标垫和屏幕，还送了可爱的小贴纸贴在电脑上，再摆上郁金香和我的小夜灯，以后在家也能愉快的办公啦，看着心情都变好了。看效果吧。就算大雨让这座城，这次我买了帘子，以后不会再落灰了吧？嗯，成，差不多。直接装上窗帘轨道，先装一下试试。把帘子挂起来。可以，再挂上我的衣服。装上帘和墙面都刷了，好黄，还有纹理。纠结了很久是贴墙纸还是刷漆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刷漆。这还得先拆了呀，前两天刚换了新淋浴，还得再卸掉，早知道就先刷瓷砖漆了。把墙面清理干净，先用瓷砖清理剂处理一下瓷砖，这一步可以分解掉瓷砖表面的釉面，再把瓷砖清理剂擦干净。我买的是偏奶白的颜色，太过分了，这全都给用完。往里面加一些固化剂，搅拌均匀。这墙上的纹理刷一遍好像盖不住，还得再刷一遍。地上的瓷砖也刷上，感觉还不错。等它晾干的时候，我想把门也盖上。